奇怪，船怎么还不来？爹，你找那船家可靠吗？你放心吧，这个船家跟爹有几十年的交好，当年他被人追杀的时候，爹救过他，收留过他，他不会出卖爹的。 已经跑远了。他们跑不掉的。我已在路上撒了硫磺粉，他的马队一定会沾上硫磺的味道。快去把军犬带来，追击他们。嗨，你立刻回去通知方道中尉，就说我们已经找到苗峰的下落，让他们马上前来增援。 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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